还有农历春节假期当中，很多人准备出国玩，来看到业者推出这个一机多用的 WiFi 机。这个一机多用的 WiFi 机呢，不仅可以让网络连线，而且可以随时当这个随身的充电器，还有随身硬碟。业者说，这样的新发明营收渴望突破6亿元。火辣的空姐台上卖力热舞，替活动揭开序幕。这回要发表的产品和他们一样超火辣。小小一台巴掌大的机器，不仅可以当 WiFi 机，一次供5只手机使用，还可以拿来充电，甚至可以当随身硬碟储存照片和档案，而且过程完全不需要传输电，算是蛮方便又便宜的吧。想自己出国，你会想要加这个东西？会吧，就是看去的国家啦。对对对，这看起来是还算蛮便宜的。一机多用，民众啧啧称奇。业者看着国内庞大的旅游商机，一年有1100万人次出国，但每次出国都要换手机 SIM 卡，实在很不方便。因此研发出虚拟网络 WiFi 机，锁定台湾1年100亿，全球甚至高达1000亿的商机。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出国的时候，都还是一样需要 data 的需求，花费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。这段时间研发出来一个虚拟的 virtual 性的一个概念。业者第一阶段先和旅行社、国际旅馆以及海外企业合作，接下来再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。台湾要居观光大国，网络业者夺得先机，赶在农历年前发表突破性新产品，准备大捞一笔。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